放女应该已经全部都讲完的啦，接下来应该剩装备要讲了。我们是不是都忘记挑战 BOSS 啊？为什么每次都在打洛基？没办法啊，他的本来就是洛基啊，你要怎么纠正他呢？无力活动。他上阵了吗？我现在目标就是有钻石，你要赶快抽啦。帮我跟你讲，这样太慢。你说什么？有钻石赶快抽是不是？那是现在。那现在要怎么办啊？继续讲线下的玩家吗？还是要打一场 PB？我有点忘记他 PB 在哪里。等一下，一次也嘛。我觉得官方要不要改一下界面啊？这个 PP 真的很难发现哎。我刚才我进去完全没有看到 PPP 这三个字。问你，因为唱料修音长呀。但是 PP 可不可以跳过啊？那只是独角兽角色好美哦。PP 可以跳过那我们毕业啦。好啦，那把第一名的讲一讲。把准备讲一讲说说。他有九尾狐啊。来上满法剑。我们今天手游 play 到这里咯。